3月30日，面咖在上海召开品牌发布会，立下了新的里程碑。面咖创始人吴嘉宾先生上台致辞，向各位来宾介绍了面咖综合体。他说，面咖一定要做到面不惊人死不休。现场成功签约多家客户，充分证明他做到了。传统面馆店铺林林总总多不胜数，但或多或少都因为几个问题而举步维艰、止步不前。一是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，多数很难走出去；二是口味不稳定，出餐速度慢；3是成本高、利润薄，商家入不敷出，关店歇业。然而，上面的这些问题，面咖都能迎刃而解。面咖运用科技力量，将打破这一困局。发布会当天，众人体验了面咖产品，面咖真正做到了快准狠。十几号人排队，面咖只花了不到5分钟，就将一碗碗面送到大家手中，而且每一碗的味道、口感分毫不差。面咖创始团队10年做面，10年创新，足迹遍及中国和世界各个知名面店，对面有深刻的理解和丰富的经验。10年只为做好一碗面。面咖是以创始人吴嘉宾先生独立开发的，具有全部知识产权的智能制面机为载体，拥有多重盈利模式，具有完整的供应链体系，从而打造出一个拥有顽强生命力的可野蛮式生长的面食品牌。对于面馆老板来说，只需要把机器出品的面放入面咖独立研发的自动升降煮面机内，设定好时间，煮面栏会自动升降，再倒入配送好的料包，傻瓜式的做一碗筋道爽口面食。面咖创造了一种模式，一体化餐饮解决方案，一个人守住一片江山。无论你是谁，在哪里，面咖都能为你送上一碗温暖的面。